东山区公所联合着一个善心的单位来做爱心，今日上午特别办理111年玉社独居长者寒冬送年菜活动，邀集着东山区的行善团，也佮各地的里长，做伙将澎湃年菜佮爱心的物资，亲身送到每一个长辈厝内。今日咱特别来结合这慈善团体呢，来送这年菜以外，咱嘛送一挂生活物资，包含咱的毛帽子吼。啊，甲咱的袜子吼，即、这个冬天后伊会使较温暖吼、哦。啊，希望啊，咱每一年，咱大家拢爱随时来注意咱身边啊，即个独居老人，尤其即摆疫情有一点啊，可能会较有得升温吼、哦，咱大家更加爱注意。即个寒冬送暖活动，除了是公所提供物资之外，包括着台南市红红妇女协会、新天府环岛慈善会嘛共同来参与。市员沈家峰更加是连续两年捐赠物资来做公益，对此公所嘛回敬感谢状，感谢因的善心。在疫情当下嘛，当然卫生纸就首当其冲，大家都很需要啊，而且也是每生活的必需品，所以在家峰的小小心意啊，哈，献上我们一袋统洁卫生纸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疫情当中哈，随时记得洗手、擦手，然后保持卫生，然后把自己照顾好。区长刘黄南表示，过年是家家户户团圆日子，但是有真侪家己过年的时大人需要社会关怀，希望透过送年菜、送爱心的活动，互长辈感受到温暖，同时嘛借着到厝送暖，来提醒长辈要注意到用电跟用火安全。南天新闻王维德东山采访报道。